想透过许多东埔，东埔有许多客家乡亲，头摆去初选的，也算初茶的，甚至行得的，对西埔赛过去的哟。法联叫人向公所，如特别提当日，大家初选的会先多给叫人海出海口，作为一条飞兰口，而今年也团历史。八十六年前，南美带人来游，来山前的头分经过也是我差不多500多的啊，接受了。当葡萄双手，双手以后经过一南部啊，就是有多了，也南平会什么。一下就是一些嘅客家罗扎中板娘，共同经营是移民嘅歌唱。虽然嘅下场唔少，不过移民按精神本意都见到很记得。一旦未去救援海出海口，未就系经营是客家天二百移民来到救援送料嘅蔬菜。呢度经营一团移民嘅历史，特别提送料嘅蔬菜系列一撮避难桥。很早期没有港口，但是这个湄南湾的早期的登陆的地点是非常的明确。那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桥梁是来衔接我们比较内陆的我们东昌沪岸，尤其是我们先民移民之后啊，对于海岸进入我们内陆去耕作。人类哈文明的发展史里边呀，先民开垦的故事哈，永远还是我们文化里边呀最感同人的事情，最感同的素材。避难桥正式启用噶下，已经有民众来到也去叫他查，会免费跳板人的脚架，很棒，哎，直接可以，哎，因为你看，这刚刚有吉安客家移民史，这边有一些图啊，刚刚都有看到了，刚刚有都有听人他们在讲，所以骑在这条路上有没有感觉那个历史的回顾？有，是哦，对，很棒。顺着这条河一直进来的。行人移民来到吉安，较有钱的初选，较穷苦的人对苏澳行过来。经过避难桥过后，会顺着吉安海顺风的自行车路连接市区。那我一条连接到避难葡萄，吉安乡公所希望搭帮一条休闲路线，为后场的做得了解及出街移民故事。下个新闻，钟桂兴，花莲报道。